刚出国的保罗，准备开始拍段子，怎么样？是刚出国的，大家都嫌颜色深，我今天特意把颜色弄浅了一些。看见今天的颜色是不是好看？我把那个酱油放少放了，少放酱油了。给你们看一下啊，看见了吗？它现在开始慢慢往上上黄了，就是新鲜的保罗开始上黄了，慢慢慢慢的之后，再过一个半月左右，它这黄就变硬了啊。好多宝宝都是咸，我现在给弄淡了啊，但是我们可能东北人口重的问题。